后台小组，这都是团队的努力。现在呢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谢伟同学，今年第一年参加这个中国节的活动，感触挺深的，然后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，希望明年继续服务大家，谢谢。第一年呢，参加这个中国节的幕后工作，学了很多的，希望呢来年呢总结经验，更好的为大家服务。几位美丽的主持，来自 YC 吧，大家一起团队工作，一起协作，还基本上按时间能完成这场演出。于俊文，还有这个李老师、陈老师，这都是这个中坚力量，没有他们咱们做不到。还有小翔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是一定要强调，这是一个团队合作、团队精神。缺失误点这样的灯泡。向大家祝贺羊年快乐。这次中国节是第八次，非常吉祥的数字。像往年一样，我们有很多幕后工作者在这里为大家奉献。这是我们第六次来参加这个俄亥俄州的中国节了，我们特别高兴。然后今年我们带了十支舞蹈。Great Cincinnati Chinese School， 祝中国节圆满成功。差不多一年吧。一年。我们很高兴，然后每一年都能够参加这么盛大的庆祝活动，然后每一年这个也是我们辛辛那提的重中之重。我们所有的师生真的是为这个家长、学校，然后孩子们都非常辛苦的每年备战这个晚会，然后这个我们很高兴看到每一个团队的节目都每一年在进步。然后比较时尚现代的，我们是辛辛那提中文学校来的，我们要打的是中国鼓。谢谢所有前台后台工作人员，谢谢你们，没有你们就没有孩子们那么美丽的绽放着笑容在舞台上。